局在执行临检勘查的过程中有不当的部分，那本分局再说明如下。因为本辖在疫情期间 ATM 遭车手提领的次数有攀升的一个趋势，同时本分局也在8月份在该超商的附近有查获两个诈欺集团13人以及5名的车手，故针对该区域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 列为巡逻盘查的重点。经了解，本案执行同仁是因见民众抢手机并操作提款机，直觉是否有遭诈骗被害人或疑为提款车手，因此主动向上前去盘查关心并询问。因为证件尚在查询中，并没有不归还的情势，经查证并无不法情形便离开。若造成民众的一些误解，本分局也会在加强的教育同仁执行技巧跟应对态度，避免造成民众的一个误解。